接到实施敌后渗透侦察任务指令，三枪分队迅速向陌生地域隐蔽开进。夜间跳伞，它主要是利用这个夜暗条件不易被敌发现这个特点进行隐蔽渗透，比较有利于掩护我们特战行动的这个益处，达到我们栖息的目的。抵达登机地点，特战队员整理伞具快速登机。机舱内，投放员给特战队员做离机前的最后一次安全检查。夜色中，武装直升机规避敌雷达阵地，飞抵任务区域。随着离机信号响起，特战队员相继跃出舱门。夜间跳伞视野受限，如何躲避空中护撞和精准掌握着陆时机，对特战队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再加上夜间气温骤降，队员们操作降落伞的难度进一步增大。在冬季夜晚，气温低于零下的条件下，让队员在800米高空操纵降落伞，很容易冻僵，操作难度也更大。训练中，这个旅还针对特战小队夜战进行探索研究，针对难点弱项寻找突破口，将常态化训练对接未来特战要求，提升特战小队的全天候作战能力。